台啦、電視台啦、報章啦、周刊啦，同埋中信社嘅。請問你貴姓啊？我姓陳噶。我小姓趙噶，我香港人網。係知道。咁樣啱啱展示咗我嗰個工作證俾你睇。咁我而家喺記者區入邊。係。咁但係咧，請問你？是用什麼身份？你是哪個部門？你貴姓？哦、我是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新聞組的、你貴姓和什麼職級？是我叫曹永斌，不要緊。好，麻煩你。是的，是的，不要緊，大家方便做事。啱啱啱，我們非常理性和平的，大家應該了解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，我們要尊重彼此的工作，啱啱？啱啱，先生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嗱、啊，咁而家我喺人網區，咁我而家咧想請問你係因為我哋根據我哋一般嘅安排咧，就係話喺呢一度，我哋係俾翻我哋一般註冊咗嘅電台啦、電視台啦。即係你意思係我哋香港人網係非註冊唔合法嘅？唔係，我意思唔係呢一樣，我知，只不過係我話我哋一般嘅新聞界，我哋就係話我哋一般嘅呢啲電視台啊、電台啊。報章啊，雜誌周刊啊，同埋電視咁樣嘅，係啦。咁而家你個 on what ground 乜嘢regulation？ 你而家你係唔准我企喺依度？請問你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指令。唔係你要講出你個理由咯，你要講出係乜嘢理由先咯。唔係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我哋呢個係一個指定嘅記者。我都係人網記者啊。嗯，我都係人網記者。是明白，我就不明白你們想我們怎樣呢？沒有，我們直到這個區域呢，我們是給回我們所謂我們登記註冊了的一些所謂電台、電視台、報章、雜誌周刊和、香港人網算不算呢？你們誰人可以 define 我們不算是，或者我們不可以在記者區，是不是你本人呢，或者你哪位上司呢？如果暫時在這個範圍呢，那是我決定的。這樣我想麻煩你，如果你堅持係趕我哋出去記者區咧，咁我哋會保持香港人網追究法律個責任。第二，你會背負上壓制新聞自由。咁如果你係你，我哋本身，我哋本身亦都係幫人網拍攝嘅。係。第三，如果你堅持咧，我而家我會報警。你如果你而家你再 define 下，你係咪真正要趕我哋出去？我唔係趕你。如果係趕我出去，我而家係開始報警，咁然後咧，我哋就等。趙生，我唔係話要趕你出去，但係我只不過係想話 define 咗啲 area 咧，就係俾我哋。嗱，依個 area 係咯，我 define area， 我而家咪同你講緊，我哋企喺依度有咩不合法 ？On what ground？ 你咩理由你趕我走？我冇講話你哋有任何合法係。唔緊要。冇問題。嗱，如果你哋堅持話要繼續留喺度嘅，咁唔緊要。我仲有，我要保持我要採訪嘅權利，唔止係企呢度。我哋一陣入去，我哋要保持我哋嘅採訪嘅權利。因為其實咧，如果根據翻我哋譬如上次，如果你冇權咧，你請你個上司出嚟咯。如果你係覺得你唔夠膽去答我問題，喂，我唔係夠膽答定問題，而係決定呢一個俾邊一啲人入去。採訪區嘅時候咧，咁我可以決定嘅。係，咁我希望大家尊重咯，即係你而家你政府已經係好多嘅，俾人哋感覺上係壓制新聞自由。我唔希望你喺而家依個時候再孭上一條壓制新聞自由嘅罪名咯。絕對冇壓制新聞自由，係咪啊？咁你希望你方便我哋做嘢咯？認同我哋香港人網拍攝咧？唔係唔認同你拍攝。咁點解你會入嚟叫我哋出去咧？只不過我覺得你哋如果係香港人網拍攝嘅時候，就可以喺其他活動區。點解我哋要俾你哋分開呢？即係我哋唔屬於記者群，我哋唔會會播出去咧。有啦，佢有俾咗我卡片。OK， 好，唔該。OK， 好啊，好，唔該。因為網上嘅新聞屬唔屬於新聞咧？屬唔屬於記者處去採訪嘅咧？如果你新聞處係協助去壓制新聞咧，咁我諗你一個大醜聞咯。絕對冇呢個意思。哦，希望你咁，希望你協助我哋新聞界咯。咁我哋會非常感謝你，我哋會甚至感謝你出面，我哋會出公佈添。多謝你協助我哋拍攝咁樣啊！咁我哋繼續做我哋工作嘅咯喎，而家嚇，多謝你。嗱，我哋繼續咯。我哋繼續拍，但係依家拍咧就要。同我上去拍一拍啲嘢，好啊，拍埋嗰啲阿婆婆訪問下佢哋先。好啊，你但係一定要落翻嚟呢度。係，